这都没变啊。你想什么变啊？我想的是可能是有别人的什么东西，或者这么久了。是有。是吗？行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我腾个地方。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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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走。真走。别走吧。你走，你有地方住吗？不是你让我走的吗？我让你走你就走。你让我走我还不走，这又不是我的家现在。你要走，你把你毛巾、牙刷什么都拿走。你没扔啊？没有。你怎么不扔啊？还有这屋里的东西，你要走都拿走。这你都没扔啊？你不是有人来了吗？你给扔了呀。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，我还拿出来晒一晒。那你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继续在这住也能住了？你要想住，你住呗。那我还缺不缺什么东西啊？嗯，你拖鞋和睡衣什么的。明天我去给你买，现在天太冷了。周大慧，你鞋能不能不要继续再放在这里了？你怎么这么长时间，你脚酸一点都没变？你要熏死我，快点拿走，我怎么住啊？我这，啊？你放这个。张宇。